哈喽，Hello, 你好啊！我是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周深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二十一点二十九分。嗯，我的生日哎！那么接下来的十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 恭喜你成功又浪费了十秒钟。<laughs> 我觉得在那么紧凑的生活节奏当中，偶尔放松一下，浪费一下时间也是不错的。我们下次再一起浪费时间喽。